我是 Mary Call，来自槟城。我是在6月时候，我去拿验血的报告，然后验出来的报告是我的中那个轻微的血糖高，轻微。然后我就想到双鹤的产品哦，Fiber，然后我就买来喝。第一个月的时候我就一天喝4包，早上饭前2包，还有晚上要吃饭前也是2包。喝了一个月后，第二个月我就减少咯，有时2包，有时4包。然后2个月后，我又再去验血做报，就打再拿报告。验了出来的报告呢是非常高兴的那一刻，升5.6罢了。很高兴，很谢谢，很谢谢双鹤公司的产品，很感恩，很感恩，谢谢。